那我们继续讲下去哈。一个人悲伤太过的时候，好悲，这个你要一个整体的观念的话哈，就很容易记。肺和心在胸上面的统，我们胸部上面呢，我们统称为阳；横膈膈以下的，我们统称为阴。哦，所以人上面是阳，下面是阴。哦，但是这个是我们从上面外面看，里面的不是这样，里面阳往下降，阴往上升的，所以我们头是冷的，脚是热的。哦，所以阴阳是相互的。我们讲到上面上焦哦肺，那讲为什么要讲阳，就是你的寸脉的地方，手上寸脉的地方是阳，那阴就是尺脉的地方，那关的部位就是中间的膈，包括了膈、的病，包括了肝，包括了脾，包括了胃，都在关的位置上。悲心系疾，这很正常嘛，因为心和肺是火和金之间的制衡的，那你一悲的伤到肺，肺一伤到会影响到心跳就加快，这时候肺叶布局，这个肺部叶局就是肺张开的很大，上焦不通，因为悲嘛，好，情那个气就闷在那边，好，那造成容胃不善，好，积在胸里面的这个阳的阳热气呢散不掉，好，那热在肺里面的时候，再加上心又是热，所以造成气会消掉，重悲，严重的悲，悲了很久，危险了，会出人命的，好。那再来呢，恐的精确，恐怕就是很恐惧的人哈，这个会造成肾脏好会有问题啊。那个确则上焦闭，好闭则气缓，缓于下焦胀，故气不行也。好，这个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哈？我们讲恐人伤肾，这个正常人呢，肾脏在下面。好，正常的人肺气是下降到肾脏。好，那你现在恐了一伤，恐好一害怕，这个恐有几种解释。有一种呢，所以你要脑筋很活，好，不能常常你们我们班上很多乖宝宝，像我是坏宝宝长大。那你恐的话，你们一般人就是很老实，这样哦，有人在追杀你就是恐，不对哦，哦。有的年龄很大的人很怕死也是恐，对不对？恐发生很多的状况，或者是有的人犯到法了他也恐啊，心里面很害怕，恐为了好。那这个还有呢，娶到老婆是狮子老虎也是恐，好，那这都是恐啊，好，以此类推，这是属于恐，不是说只有拿刀杀你才恐。好，那这个恐日久了伤到肾脏，那肺气就下不来啊，肺气就会回逆嘛，就这讲就是这个哈、哦。那嘴回逆的话，这上焦闭了，本来是气往下，那现在回逆的造成上焦会闭，好、哦，这就原因在这里面。好、哦，那闭则气还，一闭的时候气还到肺里面，还则下焦胀，那本来是应该气往下走，现在回去的气下不来，那下不来的时候阴气在这边会累积啊，因为没有阳气来推动它，阴就会累积，肚子会胀起来。好、哦，所以我们这造成气就没有办法行。那我常常跟诸位讲的这个，因为常常用到齁、哦、湿肾恐，其他当然我们也很多啦齁、哦、喜肾忧啊什么样子、哦、都没关系，都是湿肾恐用的很多，湿肾恐。这个湿肾恐除了你劝导病人以外，同时你可以观察一个人，那个人为什么那么恐惧，这个人齁、哦、心里面没有思念，不重感情的人齁、哦、你如果说今天你年龄大了，你很怕死，每个人都要死的，可是他很怕死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如果说他思念他过去，他这一生做了很多事情，他觉得很好，好，或者是很怀念他太太对他很好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或好有思的时候，他没有恐惧的感觉，好，所以你要常常用这种方法来帮助病人呢，好，这个清除恐惧的感觉，好，叫他思念一些过去他怀念的人，好，含着咒理闭气不行，气收这个。皮肤表面腠理本来就是好、哦、人体和天气沟通的地方，一寒的话寒则缩，毛孔就缩起来了，好、哦、气就收了。热则腠理开，容胃通，汗则大泄，或气泄，所以热则造成气泄，汗流不止就是气往外泄，没有汗好、哦、就气收。心惊好、哦、受到惊吓
好，心无所依，神无所归，力无所定，所以气乱。所以受一受到惊的时候，伤到心，那个时候你会感到哇，砰砰砰，心直在跳，一直挺平静不下来。好，那劳则喘息汗出，内外皆悦，故气耗。所以久劳的人呢，会耗到气，好劳动。所以劳动是要，但是我们要中间要休息。好，那失则心有所存，好神有所归，正气流而不行，故气结。好，这是喜怒忧思悲恐，哈，寒热这种东西造成人身上的好一些这个反常的现象，好，它的主要的这个我们要知道的一些好主要的症状会有哪些？啊，接下来我们来看《黄帝内经》第四十篇《腹中论》，好，这专门讲腹。好，第四十篇，皇帝问呢，有人病到心腹胆，但食而目不能食，早上可以吃，晚上没办法进食。岐伯说，这个病称之为骨胀，好，骨胀是最早记载在这边，好，好，骨胀，好，那。如何治他呢？岐伯说：“治之以饥思劳，一饥之而饥。什么是饥思劳？过去啊，我们的这个鸡啊，啊，的土鸡，好，在养在那个户外的土鸡，在山这个郊外在山里面，不是我们这样饲料鸡关在笼子里面的不行，因为这个鸡啊。”他夺食的时候，他找食物嘛，他不夺食。那有的时候那个小虫子啊，或者怎么样，他是在泥土里面，或者在岩石缝里面，他就夺的时候把那个石头和泥土也吃进去了。鸡的嘴巴哈，就尖尖一根，他不会去分，他那个舌头长长的，他就不会去分，把泥土弄掉，沙子弄掉，就吃那个虫。鸡没有那么聪明，所以他的鸡在野外的鸡，野生的，就是我们这个放山鸡了哈。那在他在吃这种。野外的食物的时候，它排出来的粪便里面呢，一坨砰下来，这样中间是白的，这个才有用啊！你说老师，这个骨胀很讨厌，一饥之二饥多厉害啊！我去收，跑到机场去收一大堆鸡大便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就你病人本来就骨胀了，再给你喂了一大堆鸡大便，这个很惨哈，很惨。不是你不对，是你不知道怎么找这个东西。这个白的部分，这个白的就是因为它吃了很多泥土、很多岩石的碎屑，吃下去以后，经过肠胃出来，白的。好，记不记得我们讲五种的肉类？好，我们呢，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，在五种肉类里面呢，鸡呢是木。所以我们常说呆若木鸡，有没有木好木火呢是马，好，这个皮呢是牛，这个、土啊是牛，好牛这样，那个这个肺呢是狗肉，好，水呢是黑猪肉，好猪肉，是这个五种的肉类，好对上肝心脾肺肾对上五脏，这个鸡呢是木。好，他就吃了土，经过消化以后，你平常人你去吃看，好啊，吃了你排不出来便秘啊，肚子痛，那吃的太多泥巴泥土了，还长了蛔虫，鸡不会哦，哦，鸡吃下去，砰排出来的大便就排掉了，一块白白的，还不但不会，还会可以治病哦，哦，所以把这个鸡的白大便里面把白的部分收集起来，哦，那你怎么收集？拿个镊子或怎么样？那我不管你了。啊，你把黄的部分没有用，拿了白的部分收集起来备用，把它晒干以后变成粉哦，因为那个粉哈、哦、实际上是吃泥土岩石经过消化以后排出来的东西，好，再跟甜酒，我们的泥酒啊煮在一起，这就是鸡死劳骨胀呢，我们如果用这个药一剂就好了，啪水就排掉了。好，这个黄帝内经里面一共有好几个方子，第一个方子在这边，岐伯出的。好，
啊，那你记得我怎么找他哈？那我们现在台湾我都不太相信啊。那以后我写地基的时候，我到大陆去的时候，我收很多回来，所以我不会去跟他 order 鸡大便。那开玩笑，那鸡大便他随便到机场就挖来给我，怎么知道？对不对？他烘干过了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一定要自己去收，我才敢。所以我手边没有，我知道怎么用，但我自己去那个里边我就收，对不对？人家就看到怎么这个人台湾来的这个那么傻，这个什么东西不好吃就收集鸡大便啊？那没关系，随便你骂好，对吧？对吧？我在收我的，对，我在收我的。好，一定要自己做好。所以说，你如果说是你如果到好，比如说我们南部乡下很多是放山鸡，对不对？你跟老板以为你要买鸡，你要多少斤的？不要，我来收鸡大便啊，很好啊，你要帮我清鸡大便很好啊。你不要跟他说做什么用的，不是说为了赚钱，不是。当人家知道怎么用的时候，哈，完了，这个人哦，人性很可怕。马上是水涨船高，好，所以你就是收拾好，闷闷不投的做，闷不是吭声的做，有什么好处呢？你可以帮助真的需要帮助的人，好，所以诸位当医生一定要有良心，有好的心。这个时候你帮助人家的时候没有关系，那如果被他炒作，你都收不到了，对不对？就你要为了救个人，你要花很多的钱，这时候你可能没有钱去买，或者怎么样子，或者病人买不起，所以匪人误传啊，这岂不是说匪人误传？那如果我不讲这放山鸡的鸡翅，你不知道啊。好，然后一定要用酒煮过，啊，酒煮过。好，这个为什么？因为鸡翅，木鸡，哦，肝脏，哦，所以肝脏的肝病的骨脏，如果说你用这个，哎，鸡就好了。好，那皇帝说，那吃完以后，有的人复发了，啊，再发怎么办呢？好，岐伯说，他说这为什么会再发？结果就说饮食不节，所以病才会再回来。所以任何的病，好，包括我们前面你们现在学到了，感冒发烧烧完了，对，余热老是过两天热又回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吃到肉类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讲过用米面，所以我们平常正常人就要饮食要保持，不要乱吃太饱太多都不好。生完病要更小心，好，饮食要这个要有节制。所以我常常跟在网络页上或者怎么样，很多地方写的时候，我就跟大家说，我们有钱没钱都没有关系哈。所以你一定要记得，你可以花钱买很好的车子开，很好的衣服穿，吃一定要简单，好，这一定要简单。这个是饮食不知节制又来了，好，337页，这个皇帝问呢，有的人是胸胁支满了，好，胁了这边胀满。好，吃东西不能吃下去。病来之前，发病之前呢，先闻到腥臭味，啊，储存液先吐血出来。好，四肢清冷冰冷，目眩就是眼花，目光啊，眼目昏花的样子。时时前后，有时候大便带血，有时候小便带血。这个病名叫什么呢？岐伯说，这个就是血枯，啊，这个血枯的病呢，好。所以很好玩哈、哦，我在治疗癫痫的时候，就碰过这种案例。那病人跟我讲，癫痫发到是什么什么，然后通通讲完了，我心里想，这个阳亢嘛，对不对？就正要准备处方的时候，他突然最后讲一句话，很奇怪，发病之前我都闻到一股臭，那、这个死鱼的味道。哎，死鱼不是腥味吗？那怎么不早讲了？我说你刚刚讲这个，你下次记得第一次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先讲这个哈、哦，那前面讲的都白讲了。好好累啊、哦！那病人不知道啊，然后突然问我说：“哎，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我每次我只要闻到腥味，我就知道我要发癫痫了？”他这个话留到最后讲，就最重要的话留到最后讲。啊，病人也是很可爱。这种病我们叫血枯，好，因为里面枯竭掉了，你闻到了是会腥味。这个是少年的时候呢，有大脱血，比如你出车祸或者是这个。那个什么古惑仔有没有新媒体？那个现在电影都不好，那拍那个叫英雄，那叫什么英雄啊？好，那我们这种是狗熊了，他是英雄。好，就拿刀去杀人叫英雄。好，这个时节的不对哈。那或者是有过去有大出血，或者是醉喝酒醉以后入房，中医很忌讳你喝酒醉的时候保持醉以后不要去行房，好，不要去行房。那如果醉入房呢，中气会衰竭掉，因为保持是热中，这个时候你阳气又卸掉，阳精又卸掉，就会伤到肝脏。好，那也会造成人家月经呢，
好，女人的话月经就停止不来，因为血枯了嘛。好，血枯了。好，那皇帝问他，那治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好，用什么方法？好，这个呢，岐伯说这是第二个处方喽，《黄帝内经》的第二个处方，用于乌贼的骨头。你看乌贼打开不是白白的骨头嘛？哈，好，那海飘消啊，好，乌贼的骨头。好，一个是绿茹，就是茜草，我们叫鹿涎草，也称之为啊茜草。茜草，茜草是活血化瘀的药。好，那乌贼骨，那两个合并起来，把它打成粉。好，那加那个鸟蛋的卵，哦，麻雀，那个你不要，你真的不要去找麻雀卵哈，没关系，那个鸽子也可以，好，就是鸟的蛋都可以，中间的卵拿出来，好，哎，混在一起，跟这个粉混在一起，做成像绿豆大那么大，好，为后饭，这个中医很好玩哈，它是为后饭，哦，就是吃完以后再吃饭的意思啊，所以饭前嘛，好，那吃这个汤药的时候，吃这个乌贼骨跟这个好。这个茜草的时候哈，那要喝要鲍鱼汁，啊，鲍鱼煮汤好喝，啊，利肠中，这个呢可以使肠中里面非常的清好，同时恢复肝脏的功能，因为肝藏血，这种血枯并不代表说是淤血，而是里面有污血停在里面，因为你元气大伤，精血伤了以后，你的血并不是很干净，好，那停在身体里面停久了，再闻到腥味，好，腥臭的味道。所以才会因为有淤血在里面，所以我们才会用茜草。好，茜草是很有名的活血化瘀的药。好，那临床上癌症上我们也常常用。当我们讲《神农本草》的时候，我们会讲的更多。好，339页中间这行，皇帝说有一种病呢，小肚子小腹胀起来，那摸上下左右都有根，啊，有根好像在里面。啊，那这是什么病呢？可不可以治呢？岐伯说这个叫做浮梁的病。哦。浮梁呢，好，从何而来？这个浮梁的病呢，岐伯说这是里大脓血，诸肠胃之外不可治，治之为切按之致死。好，什么叫浮梁？有两个地方会有浮梁，所以你临床看多了，哦，一看就懂了，他知道他在说什么。第一个浮梁在这边，这个胆呢，如果是堵塞了很久，这胆汁整个膨胀在里面，好，那西医就把胆拿掉了，好，那如果来不及治的时候，砰，破掉了，气球一样爆炸，爆炸以后胆汁外流，人一外流的时候，我们人外面有三焦，这个三焦一包，哎，就把它包住了，就是这个罗大龙血包住了，这是一个地方，还有呢，盲肠，哦，盲肠。这个地方，好，盲肠堵在这边堵很久了，砰，破掉了，就包一块起来，有三焦的油网包住，这个包到里面都是脓血，啊，脓血，那现在来说就是腹膜炎嘛，好，腹膜炎，那在岐伯那个时候说不可治，只要是都是死，实际上呢，可不可以治？可以治啊。好，张仲景解决这个问题了，厉害啊，好，哦，厉害。然后临床上我再加个进去，你除了按肚子按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是一定是热的。病人出现的时候，哦，下腹是这样子，哦，肚脐在这边，他在痛的时候，正是又痛到骨头这边下面这边来。好，哦，这个地方我们从关元下来一直到足三里，这个我们叫气街嘛，哦，我们有个名称叫气街。它会堵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就这个地方热的，其他你肚子上都是冷的，就这一块整个是热的，热的。好，那我有病人呢，痛了十几年，痛十五年，其实查不到原因，查不到，居然查不到。好，那这个病人很好玩，手阳明大肠经是不是在这边？大肠是不是跟肺表里？它大肠有破裂，有个洞，对不对？结果在这是表，这是里，在生命线这个地方一块褐色的圆圈圈在这个地方，好像一个字一样。结果我一直在清它，一直在清它的时候，它就这边一直淡掉。哦，所以你看，我们这是经验。我们在摸脉的时候，在偷看他手掌，哦，
心术不正的看，哇，这个病人好漂亮，这看到那手法没看到这个一个咖啡色哈、褐色的斑在这个生命线上面，所以我在摸脉的时候在看病人的气色，看他手掌啊，我们只抓蛛丝马迹，哦，经验多了速度就会很快，好、哦，下次我讲到金贵的时候，我特别还会再提出来，我会把那个低镜头相机我拍起来了，我、哦、带回来给你看，带回来给你看。好、哦，我们有肚子，我拍到肚子胀大那么人站在这边，肚子快到地上，那么大的肚子鼓胀成这样子。还有呢，这个肠炎都可以治好的哈、哦。他原来都不能动，他先生就是做那理发师，太太家里面讲，我一直在亲，亲的中间什么颜色的，黑的、绿的，什么都看到，还血液跑出来，越亲他越少，精神越来越好。亲了两个月，他大概大黄芒硝吃到我大概上斤了。可是人是精神越来越好，那你南派的遇到这种芒硝大黄不能用啊，那我一直在用，一直亲他，他越亲他，所以病人需要的时候没有什么补泻，他需要这个药，这个泻药就对他来说是补药，啊，因为你对症好就用没有关系。好，那岐伯说这种都会死哈，不可治。那皇帝说为什么呢？岐伯说这个因为哈，是下则因为阴脏了哈，你一定会下脓血。这个部位是阴嘛，阴本来是主血，现在下了血破开来了哈，血那个肠胃肠子破开来，这个时候上则破胃脘，生膈虾，好，胃脘是内痈，这个久病很难治。如果是这个痈举的哈，这个血袋在胃上面，肚脐以上比较难治，好，就是这个部分比较难，肚脐以下了比较好治，好，比较好治。好、哦，这个我们针灸也可以做，好，针灸可以做，当然处方也可以做喽。好，皇帝一问呢、啊，人的身体里面有背骨这个行，好，就是我们的坐骨这个地方，还有我们的髋骨哈。实际上背骨讲的是外侧这边，外侧这个骨头啊、哦，这个行骨，好，行骨是坐骨这个地方，尾椎骨的地方哈、哦，这个痛。还有呢，这些肿都肿起来，然后环绕着肚脐而痛，哦，那这个是什么病呢？岐伯说这也叫浮梁，哦，这是风根啊、哦，这是风之根，哦，那因为这个气呢溢于大肠而浊于荒，讲的荒这里讲的荒的石门穴道，哦，气海这个地方，荒之源呢在脐下，所以说会环脐而痛，这时候不可动之哈、哦，动之为水逆细之病哈、哦，就会造成小便排不出来的现象。那这个中医呢，这个好、哦、这种症状，好、哦，就是中医认为是风根，好、哦、风根。那临床上看的时候，有一种呢，腹腔有个大动脉，这个动脉一破掉的时候啊，三焦也会把它包住，这个血把它包住。那西医一看啊 ，aneurysm 就是那个动脉血管剥离，那就把它切掉，做个塑料放个塑料管下去。好，那中医呢怎么辨证？这就是一个辨证。哦，所以中医是讲证，所以我们除了肠子破裂或者是胆破裂，还有这个血管破裂，都会造成这种症状的。好、哦，都叫做浮梁。好、哦，那这个不可动。岐伯说不要动，这时候不要动，让他静静躺着。动的话哈，有时候如果摇动的很厉害的话哈，小便大小便不出，小便不出来要死啊，哦，所以不能动。那西医也是啊，哎，不能动，这个躺到这个，比如说你这个发病的就送到小医院，啊，小医院那医生宁可从大医院跑过来帮你开刀，也不会叫你移过去，因为不能动，一动的话，好、哦、堵塞到小便的话，这个血堵在小便就散开来了，那病人就会死。好、哦，好、哦，那。这个341页，这个皇帝问呢，你讲了好几次热中消中，不可服高粱芳草的石类的药。好，我们有高粱的药，这个石类的药，那石药呢能够发盛，好，芳草发狂，那这个热中消中者，好，都是富贵人。好，那如果说我们这个病，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叫人家吃食物啊，怎么样子，好。有的病是很有钱的人，因为他吃的食物很好，品质很好。好，那这种富贵的人，那你他像生病了，你跟他说你这些行物食物都不能吃啊、哦，给我吃，那你吃粗茶淡饭好就可以了。人家会说你这个医生有问题，对不对？
皇帝这个意思嘛，你不合我的心意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也不能吃芳草的药啊，十类的药是不是病不会愈？好，你这个因为你要禁止病人吃，他说你解释给我听听看。好，这种那个热衷消衷的人就有忌食的哈，不可以乱吃。岐伯就说，这个芳草之类的药呢，药物这个好或者是很好的食物呢，气是非常美的，食药金石类的药气是非常的彪悍的，好，非常的悍。那两个碰在一起的时候，两个气又急，好，性又坚，所以非缓心和人不可扶持啊。那我们在用很峻的药的时候，哈，用金石类的药的时候，一定要病人心平气和。我们常常跟病，最常跟病人讲的什么哈，就是，好，你现在通通跟我讲，你身体不舒服就告诉我，你回家就去爱你的老婆，爱你的孩子，顾你的家，身体交给我，你不要去想他，啊，由我来替你烦恼。好，我最常跟病人讲的就是这个，就是从这个《黄帝内经》得到的。好，让病人忘掉病，病留在你身上。我说你回去想着病，担心你的病，你问题不会解决，让我来担心。你花钱找我啦，由我来替你担心烦恼，好，我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，你什么都不要想。好，一定要心情要平和。好，所以如果说一个人野心很大，我要好这个选台湾总统，我要什么好。好，这个时候你跟他说要长命嘛，那个我们有很多很好的药，好，比如说硫磺啊，很多很峻的药下去，峻补一下去，他本来是野心很大，吃下去反而会得到逆症，不好，好，不可以害人了，我讲出来你们不要去做哈，不可以的，好，那这个岐伯解释原因呢、啊，因为热气，我们很多的热药的气是很热的，非常的彪悍，好，那药气也是的，好，那。这两种热中消中本身身体里面就很热了，这个时候你再用热的药下去，这口内伤脾，脾者土也而恶目，这吃这个药子到甲乙日哈，就会病情会好，造成脾脏会有问题，因为伤脾嘛哈，好，那这是一个，所以我们说平常喜食，我们治病的时候，这段这几个问话的意思就是。生病的时候，我们要吃的简单，好，那不管是他有钱没钱，平常吃很好的东西，通常停掉，好，那你用使用药物的时候也要记得，好，那比较很有钱的人，你反而不能用很强的药，好，或者是野心欲望很大的，那你帮立法委员啊，帮副总统啊什么，啊，帮人家治病的时候，你要小心人家有野心欲望，不能乱开，好，不能乱开，好，好，那个这个343页呢，好，有的病呢。胸部肿起来，胸胀，好，颈痛，胸满腹胀。大家会记得哈，胸部是阳，脖子是气之海。我刚刚介绍过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有这样子哈，我们有四海哈。好，第一个呢，脑呢是为髓海，好，骨中有髓。好，髓之海是脑，大脑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呢，我们有气海，气之海呢就在脖子上面，猴子猴像前面的猴脖子，整个脖子一圈，好，就是气的海。那气的海呢，好，这个我们在治症呢，这个鱼穴，好，等一下我再写。这鱼穴呢，上面在天柱，上，好，上面是天柱穴。老兄，我重写一下哈。好，在两个穴的中间，上呢为天柱，好，下部气那个气海的位置呢，在人迎脉上，人迎穴位上面哈。髓呢？上面的鱼穴呢，上鱼是百会，哦，百会，啊，下鱼呢是我们的风府穴，哦，风府穴，哦，风府穴在管。那我们有第三个呢，我们有水谷之海，哦，这个水谷之海呢。好，是在就是讲的是胃，我们的胃的地方就是胃哈、哦。胃呢，鱼穴呢，上鱼呢是在气街的位置，啊、
季节，下雨呢，是在足三里的位置，我们把它区分开来，这样你们辨证会比较好辨证。气街这一段到足三里呢，这段叫气街，就是我们讲的官员以下啊，走官员小肠的地方啊，受圣之官嘛，哈、哦。那这个还有呢，我们讲第四个，就讲这个十二经，十二条经络呢，十二经之海呢，这是我们讲的是就。以后人家提到十二经之海，你脑筋里面就想到，这个讲的是冲脉，它主血，主血，那这个鱼穴呢，上面的鱼呢，上面的鱼穴呢在大腧，大腧穴，下鱼呢，在我们这个。巨虚下巨虚上巨虚下巨虚，还有上廉下廉的地方这是我们的这个十二经的海，我们一共有水谷的海，十二经络的海，经络聚集在里面的海，气的海，还有脑髓这个海，这统称为四个海。